今天上午我们去芦笛岩、芦笛景区。现在我走路去南门桥，到了南门桥了，观光一号线南门桥到芦笛岩这个地方。刚刚在对面搞错了，这边就对了，一号线四站到芦笛岩。没有人。这个景区是不是没人去啊？一个人都没有，千万别坑我呀！看着网上那些说来桂林被坑，我就害怕。下面带大家欣赏一下桂林的风景。奇山怪石，奇山石窟，到处都是景点。哇，山上有好多坟啊！这里的坟中用石头很圆的，一个人都没有，转歪歪啊，同志们，其实跟那个迎子岩差不多啊，不过迎子岩现在更出名一点，没有人都好呀。咱们检票了，网上买了票，77块钱，但是有套路，网络订票延迟一个小时生效，所以你要提前买。门口买是90块。你好，我买一个火车票。35块，一个人吗？对。谢谢。不建议大家买火车，首先山不高，很好爬，其次就是火车很慢，1.6小时。坐火车体验一下，35块没了。火车票还是个单程的，意思是往回坐的话还要再给钱，来回70块。你赶上门票了，除非你老了，一
电都插不动，要不然自己也是不发动，速度很慢，什么都到了就不能发动了。原本是在山上，我用了几个手段，你可以发热，不坐火车。我要35单程，下来还得爬山，太贵了。咱们下来，你走。中国南车村，哇，这里好美啊！卢迪岩离市区很近的，只有5公里，是一个1959年就被发现的岩洞。咱们这会儿爬的这个山叫做光明山，卢迪岩就在光明山的南侧山腰，洞口原来长满了卢迪草，卢迪岩因此得名。在100万年前，这里是一个古地下湖，由于地壳运动，地下湖变成了山洞，经过常年的积累，形成了千姿百态的钟乳石。在1000多年的唐代就有人来卢迪岩旅游了，卢迪岩的石壁上还有不少古人的墨迹。卢迪岩原本是一个小山洞，洞口很小，只能够一个人进出。当地的村民早就知道历朝历代都是躲避兵荒马乱的好地方，所以他们闭口不提，不想被外界人知道。解放之后，人民安居乐业，不需要再躲避兵荒马乱。在1959年的时候，村民带路提供卢迪岩的线索，才慢慢被世人知道。卢迪岩接待过许多国内外的领导人，接待了80多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，所以也被称为国宾洞。郭沫若在游览卢迪岩之后，写下了“卢迪岩头枷锁破，桃花源泪仙灵唱”的诗。
跟你的移动信号塔都装在山顶上，多好呀！都不用建塔了，直接往这一插就好了。可以坐轿，300块钱，抬你逛溶洞。赚钱的方法是层出不穷啊！就这个轿子，首先上来是一面荣誉墙，中国国宾洞，为您卢迪言。再往里走就是检票口，墙上都是一些领导人的合影。赞比亚总统、缅甸总理、泰国王后，邓小平，王岳坤，溶洞就在这个里面。卢迪言是免费讲解的，所以每半个小时安排一个导游，所以要等到时间了才能检票进去。前面有一个观景台，我们先过去逛逛。这是一个观景台吗？进来了啊！哇，好奇妙！洞里面可能光线不太好，拍的不清楚，大家将就着看一下吧。身临其境，感觉完全不一样的，大家可以自己过来啊。地上有很多水，一定要小心滑。这半首是比较说的，天生独立。
他是男的吧？我没有那么大的吧？高霞飞铺。不让进。走啊。跟着，跟着走，走啊走啊走啊！你看第一个那个刚才进的就是瘦平子，拉倒，瘦平子，石头。哎，慢点。是你们不冷哦。对，我不冷。你看抽脚底下，我看这东西。嗯。你看这中间那个小大。你去天坑了，天空比这好看多了啊！天空比这好看多了，快停！天，你要听蘑菇，好多蘑菇啊！你看，蘑菇山，这么高。全是蘑菇。雪人。啊。你看这花菜丰收。上面会有水滴下来，好凉啊！我一跳。坐在半山腰上的会有两位老人，他们现在正在面对面的喝茶聊天，他们现在谈论的是养生之道呢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的是右前方，在右前方有根石柱，它像是一座宝塔，在塔身上是盘着有一条青龙，突出的是龙头，龙身弯弯曲曲盘旋而上，所以人们是把它叫做盘龙宝塔。在宝塔旁是有一座美丽的洞中花园，各位下面一起去到是前方的平台处，大家去到前方平台先欣赏到的是花园美景。请各位下面拍好照后跟上团队。来一条河。大家现在可以看到是什么？
看在上方站着一只白兔兵，黑白的小辫子。看在这里这只小辫子，它正飞快地往在往下瞧。在院子下面是一个盛开的一个鸡冠花，在鸡冠花的下面是一个含苞待放的大花蕾。这个的花蕾它是一个大花蕾。国宾洞就是不一样，好多老外。哇！现在呈现这里变成的是一座原始森林组成的壮丽图景。我在这里需要体验到轻松，这是关于南侧一带密林层上放不到下面那不成长了。这是密集高大的中土石，它会组成的是熔岩洞中最壮观的石壁。在森林里有两根一般高大一般粗细的中土石，它们像是两根画柱顶着天顶，虽然们是把它叫做的是中土擎天，但仔细他们又可以看到是不同的地方。大家可以先看到是右边这根，看它看上去没有连接，但其实在它顶端是连接起来了。接下来看到左边这根，你看它像是已经连接，但实际上它上方还差一点没有连接，这是一是相接这位接向位相连这一点。基地是双色正研究，左边会连接的这根，它只要还有滴水活动，它总有一天就会连接起来。那在昆凌的岩洞中，因条件不同，钟乳石的生长速度也不一样，它的每100年都有的长几毫米，有的还会长20-30厘米。那究竟它100年后能不能连接上呢？现在大侠已经给出我们答案，现在各位嘉宾可以转身看到是后方，正好需要的是100年才能连接起来。在此塔在这里祝愿各位嘉宾健康长寿，请求19年后再来此地寻找答案。那现在各位嘉宾一起带着美好的祝愿，快下来往右前方走来。大家小心滴水，这里会有滴水。这里从哪去啊？这两天在上，没得过。西游记，东海龙宫。请各位小号从前面来到台阶上方，那下来先不要着急往下走，来到台阶上方是最佳观看位置。请大家来到台阶上方稍等一下，先不要着急往下走。现在九号台下面是来到岩洞中一个最宽阔的大厅，水行沟高13米，它最大高度是有18米，走上方时会显发一盏极大风灯，但是会把整个大厅还是染上一层石器色彩，好看吗？好像是神话故事里面东海龙王的水行沟。接下去大家可以看到右边，在你右边是景区社一手下藏灯的拍照景点，各位嘉宾可以先听一下介绍。各位游客大家好啊，都来我这里集中一下。我身后的是8300《西游记》东海龙宫龙床的取景地。东海龙宫的取景地，小照片免费，大照片要给钱。水晶宫。哇，好平坦的分。
靠近了听导游的讲解，普通话还是可以的，但是他那个喇叭不行，回声特别大，你远了一点都听不清。哇，这地方是雪山倒影，这里面没有信号，但是它有 WiFi 可以提供，免费提供。不是说洞里面有唐代的石刻吗？怎么一个也没看到啊？这里有壁书，终于找到人文景观了。在墙上，那边又开始卖照片了。真的好神奇呀、啊！远望桂林城，像不像？有龙，
里还没有景点，我们在前方还有景点，这里是走路的。这里都是台阶，我们等一下下台阶才有景点。请大家注意台阶，来到这里的话，先可以先听一下悠扬的笛声。现在各位嘉宾穿过葵花峡，现在是来到一个幽静雅致的小洞府。幽静听笛。大家听到洞府中传出的悠扬笛声吗？或许是曾飞一位极超凡乐手，他会流连于此。他是常常带着菩提坐传的笛子到这里吹。随着时间流逝，乐手已仙踪难觅，但他把他的笛子和曲声永远地留在了芦笛岩。接下来看到是前方，前方这个褶皱中的钟乳石，它会像是乐手留下来的四节芦笛。轻扬的笛声在洞内萦绕回旋，会吸引来不少的小听众。现在大家可以转身看到是后方，你看坐在这里是有一头小象，会轻声细巧的是诉我聆听。在小象下面是头戴高皮帽的小猴子，这只小猴子它是盯着住了神，它手里的香蕉也是放弃吃。在最右边有一位白胡子老神，他现在正坐着聚精会神，他是听得不亦乐乎。你看他的胡子也是笑成了一朵花。老人会把两位僧子是带到芦笛岩，坐在半山腰上的会有他的大僧子。因为小僧子是比较顽皮，所以小僧子是在上面。你看小僧子是爬得更高。这些人和动物是被优美笛声吸引来听众，所以这个景点是把它叫做的是幽静听笛。现在大家一起伴随着悠扬的笛声，大家一起即将穿行的是前方，这是玉米峡，也是岩洞中最狭窄的通道口，各位嘉宾小心通过。那是一处是被包着的隐居之所，此刻夕阳西下，外出游历高原开始进入。现在在前方的草原上，会是深情的鸟之烟。随着夜色渐沉，月亮是爬上了树梢，从被高飞之光的夜。这里的年轻人不多，都是老人家，差不多逛完了，咱们可以出去了。雄狮送客，这地方好看。出口，逛完了，总共讲解一个小时。出口卖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已经成了全国标配。
小整齐啊，大家有没有喜欢的送你做法的小整齐啊。我们走下去吧，省35块。其实这个山并不高啊，已经下来了。现在坐车去晋江王城独秀峰。哇，厨房，用石头做的厨房。现在我们去坐公交车。好了，这一集我就拍到这里了。喜欢的关注一下，我们下一集晋江王城再见。